之前我讲了一句话，就我们就打四个红，到点了就删了，我错不得我的腰疼。行，啊，不管输赢，好吧？可以，这我们上个闹钟，喊上个闹钟。嗯，四个红啊，四个小时之后 ，OK， 删。一万一天。看见，完，哎，绝对是咱们的局，看见，又红了三箱，哎，哎呀，到点了，到点了，不是，到点了，你打球后那一我一个人输了几个烟箱，好吧，哎呀，说好了一盘都不多的。不打不打不打，还打两个红、嗯，我最瞧不起的你打个烟酒的，打两个红还打两个红，真是劲了，起不起不起，我去了，这红都不多打两，去两个红，起牌了，起牌了，其实我也说我打两个红就下了的。哎，我这睡不了，就好不了了。我允许你们三家人说出好臭片，这是真事情了。只是你回来了，我跟你不上不下，第一次都没得。打了两了算了，给我找个。哪个打两不行？打两给我找个，真是让你回给你姑娘还说，对不对？我允许了。精神养鬼呢，就口水，精神不了啊！哼，气气。么子么子么子，给你么子？要不要？要，闷一下。我闷一下子。是没有兄弟